我就这样子挖了已经片了。Hello，吃炒手啊！哎，各位，Hello，我是小鱼，没有，这张裤子在上面没有拿，他今天回应很这样，回应很。Hello， 大家，现在时间是3:15。3:15，然后我今天睡到11:30才起来，因为我下台南的那一天，前一天晚上才睡了好像4.5小时吧，所以就很累。然后开车的时候，我也没有睡觉，因为我怕我爸妈睡着，所以就一直跟他们聊天之类的。然后吃完饭之后，就除了印之外，还要准备一些下礼拜我要去台北那间学校报到的资料，对，然后刚刚才全部都弄好，对，所以应该先这样子，我应该会先剪片，没错，那就先开始。哦，对，然后就是我其实一直有在想说要把影片拍得比较质感一点，可是呢，就是因为这一台相机它防守震的效果很差，所以就等于说我出去的时候就不太能带着这台相机，除非是要拍静物或者是可能去读书的画面，就是一直固定在桌上就不用一直动，所以才可以用我这台相机。虽然我之前是蛮喜欢用 GoPro 拍，可是我觉得用这种相机拍跟用 GoPro 拍看起来的感觉不一样，而且通常有在拍 Vlog 的人也都是用这种相机，所以之后可能再看看有没有想要换相机吧，但是就现阶段来说应该还是不会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忍耐一下，尽量一下，就这样子，我要剪片。对，然后顺便讲一下，昨天是我拿到这个壳嘛，然后我发现它这边是透明的，所以我觉得到时候也可以看有没有想要贴小贴纸之类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目前就是先这样子，然后它这边就可以直接放。而且我后来发现它有很多种，就是可以折的折法，就是你可以直视的这样给它站着，或者是横的啊，横的中等高度，或者横的低等高度，反正就是很多。我就这样子挖了剪片了，现在正在要画影片的字卡，所以要来开始画了。 I wanna kiss your lips, I wanna hold on tightly until the daylight ends, I wanna love you in the evening until the next day comes and every single moment。叫做 Procreate， 然后那 Procreate 的程式它是只有在 App 旁边，但我就没办法看那个。Hello， 大家，现在时间已经1:13了，因为我刚剪片剪太晚了，我就想说只挑一个运动做，我现在都做这个手臂的，我本来会做一个这个右边这个瘦腿的，然后还有一个手臂的影片，可是因为时间太晚了，我明天还要早一点起来剪片，所以我就想说今天做一个就好了，然后等一下洗完澡我再剪一下片就去睡觉了，今天就先这个样子。现在要来吃前天去台南买的那个洪瑞珍三明治，没错，就是原味的。然后我现在要来看这一个治愈生日吉他的那一首歌，这一部剧。麻烦，我要继续来剪我的影片，我快剪完了，现在已经在片尾这边。我们今天中午吃这样，又是吃第一位。葱爆牛肉、高丽菜、蟹肉豆腐包，然后糖醋排骨跟太阳娃娃菜一样。
我觉得它好像感觉它那分量比较多哎。嗯，对，那个分量感觉是。可是感觉之前有时候会比较少哎，今天好像都蛮多的。Hello， 大家，现在时间是1:49，然后我现在刚吃饱饭休息完，现在正要准备用缩图。没错，顺便给你们看一下我做缩图的过程，这大概需要快要2小时，或者是2-3个小时，超级久。Hello， 大家，现在时间是5:25，然后现在因为我已经片今天已经剪完，然后也上传了。其实今天蛮意外的，我本来想说是明天上传，然后结果没想到进度蛮快的，我就今天上传了。然后我现在要来吃 Poppy， 是草莓口味的，可能是去 Costco 那时候买的。然后它是一片有果肉，所以应该是有，虽然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可怕，一粒粒，然后有点黑黑的，这样。然后我现在就是要来边吃这个，然后边看剧。我现在想是要看《无法抗拒的他》，还是看那个《幻城恋爱》？想一下，我先看《无法抗拒的他》吧。它的饼干是咖啡色的。嗯，好吃，嗯，很好吃哎，大家可以去试试看，它草莓味蛮重的，而且饼干感觉比原版那种巧克力的还要酥一点。超好吃，我已经把它吃完了，我要再来开第二包，它一个盒子里面有两包。我怎么还记得啊？都忘记了，大家记得几次啊？Hello， 大家，现在时间是9:30，然后我要去烫头发整，然后我是跟他约10:30，所以我今天早点出门，因为他的地方在市政府。大家，我下车了，然后我现在先去买可不可，等一下就要去烫头发了。现在时间是10:10，所以还很充裕。一个大杯的白玉欧蕾，拿到我的白玉欧蕾了，第一次喝可不可。就现在1:00就好。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在烫完头发回来了，然后现在时间4:28，对，然后。要带电池，可是我的 GoPro 电池有爆炸，真的假的？它
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我要去学校报道。哦，这是假的。他要陪我去。没有，我要回家。欠扁啊！我们要先去 Seven 买水，然后我啦，然后等一下就要搭公车了。这样。连女人在帮我洗抹布，我不会发的。哎，浪费我的记忆。连女人，我们要去找林平君。现在要直接讲名字，他就是他的，他就是在那个摩斯打工的人。摩斯打工的人。啊，30号。他跟林平君啊，我们家吃炒手，对啊，我们要吃全家二姐炒，是头发吗？洪文琪没办法来啊，他拍的，他就说他先去高雄开店吗？拓展。再见，可怜辛苦的摩斯员工，中毛斯，拜拜。30号哦，炒手30号，好。大家，我现在刚拍完片没多久，现在4:48，其实也就是刚拍完，没有什么刚拍完没多久。这边是一堆那衣服，超级惨。那我现在身上穿的是，就是最后一件刚拍完的，这件真的很好看，再跟大家推荐一下。它有这边有那个口袋，然后这边小马口就红红的，就是又多添增了一些色彩。你知道我刚拍的时候特别蹲低，我的脚真的快烂掉。是啊，好，结束。还有没有来一个模式？我没有被克数，他是填问卷。对，还有炒手，是为了这个来。他今天才刚开幕。好了，可以吃了，吃了。哎，不要，我买白菜很臭，不好白菜。老臭了，我觉得蛮臭。我不要挑剔一下别人。香菜，有没有香菜？没有，真的，我觉得很好吃。真的？哪里没拿？哎，你不要讲，不要讲，不要讲，哪里没拿？哪里没拿？哪里没拿？快拿了，包了。来喝。他那边其他还拿。
整个彩虹去看。这个是去是吗？小弟，他叫眼睛吗？小弟，说再说。哎，有哎，哈哈，猴子请吃，猴子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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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吃哦，好好吃哦，啊，哈哈哈哈哈，我到底会哭吗？我们家真的好辣，我喜欢喝醋，好辣，真的真的，就中南北，你拿牌来靠边，哈哈哈哈哈，不要拍我啦。他这样很真的，他很拉脸，对，很美。我跟你讲，你跟他讲，我刚刚说好辣，好辣，你跟我讲回答，你跟他讲，快点跟他讲，你跟他讲。反正就是那时候我去爱买的时候，要去接林平均，因为那时候我背包拉链没有拉，里面是裤子，没有背包跟裤子拉链都没有拉。我没有发现，然后他跟我说的时候，我以为是我的包包拉链没有，就说好了，我知道他要讲一遍，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裤子拉链没拉，然后我看了一下，然后发现秃秃的，然后才发现我没有拉拉，然后没裤子。哎，对，还没有在看。那有人要来摩斯，然后就说他要一颗荷包蛋，然后我跟他说我们这里没有卖荷包蛋，他就说那我可以买烧肉珍珠堡加蛋，我就说我们没有加蛋的，然后他就说那我可以给你5块。我就说啊，我们就没有加蛋啊。然后他就看到前面的人买一杯柚子热茶，他就跟我说，那我可以买柚子冰茶。我就说哦，我们这边有卖，但是他现在下市了，就没有柚子冰茶。他就说，那我可以买冰的吗？我就说没有，我们现在已经下市。他就说，他就拿了一罐加上的那个柚子酱，说那我可以自己买一口去泡冰的吗？什么怎么泡？我就跟他说加冰块。这阿嬷真的是，哎、欸，我说的也没错啊，那柚子肉才要变柚子冰，它不是加冰块吗？所以你要不要跟我去看叶问四啦？加好用，你要不要跟我看叶问四？对叶问没有兴趣吗？可是，可是你那时候传给我说，要不要一起看电影？什么时候啊？他们打算什么？I've been out of town. A T P P， 我是你的皮带，一口万喜的最好的皮带，一个再一个，我不是哪里的。Treat me when you